那好朋友们，我们慢慢的往前哦，来小心哦，注意安全。这是咱龙友团哦，咱的头旗西顶，咱的头旗西顶，里面就咱谢龙主团。
长、赵老师团、技术人员、中央工友团、红树五个神地六位分母尊神，平家家三敬拜礼，一敬拜，再敬拜，三敬拜，内心掌声欢迎。感谢咱大溪农友团，所有咱的侨办工作人员，所有咱教职的认真，也感谢吼咱的外工会计老师，大家辛苦，感谢感谢，感谢咱的外工会计老师吼，感谢感谢。来后边准备跑马的注意吼，来人退后，人退后吼。赛车，我们农友团的神教哈，单独做把控，看了两天哦，这一顶最特别，这一顶最特别哈。啊，我们价钱哦。我们也不是用传统的美馆，我们是请到我们同心社，我们同心社哈，我们所有的音乐老师带来我们的外腔锣鼓，用一种比较热闹、比较紧凑的曲风，带给大家一个比较欢乐的、喜气的这样的气氛。这是我们农友团，有一群非常非常对于传统文化、对于我们的宗教信仰。非常非常用心的一群年轻人，为我们打造非常不一样的庙会气氛哦！我们是不是给农友团掌声鼓励？掌声鼓励！